好，今天带大家来到了广西最大的若干交易市场，我们看看年货的价格是什么样的。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身后一片繁忙的景象，全部都是若干。我们来挨家问一下价格。大哥，你这多少钱一斤啊？价格3.8。三块八。嗯。下一家。没买到。大爷，你这多少钱一斤啊？没买到。3块。大国，大国，通货，那玩具，你的呢？4块，几块？5块，一块赶紧进去，让你们让你进去，让人家不知道。我听不懂，他说的这个我听不懂。3块几？5块几？3块6。3块2，我老是听不懂广西的普通话哈，真的是让人得猜好几遍。粗略的给大家算了一下，问了一下，大概的价格是在3.5一斤左右。那么如果说小伙伴们喜欢吃纯甜无酸的若干，这个视频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晚上来我的直播间，你就看这样的若干我怎么给你卖的。朋友们，我今天来这个贵妃枣的果园呢，你看看，像这个贵妃枣已经全部熟了，我们现在摘两个尝一下，看一下脆不脆。你们如果喜欢吃的呀，帮我送个小红心，你来看我直播吧，尝一口。朋友们，我说我拍个视频吧，不是为了赚钱，你们都不信。其实像这么好吃的凤梨紫美人，我一天呀都能吃100多个。哟，小伙子，芒果这么好，怎么卖呀？我来到果园了，随便摘几个吃吧。哇，可是你这么好的芒果，又硬又不熟的芒果吗？看咱家的芒果，这种芒果啊，树上熟，摘下来就能吃。不过你也喜欢吃啊？吃个李子啊，倒点椒盐粉，因为情况特殊，产量高，价格却卖不上去。如果你家刚好需要啊，点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就有，20几块，给你发，满满一箱还包邮。你也喜欢吃，帮忙点颗小爱心，来咱直播间啊，就这样的品质给你发满满一大个，就几10块钱。咱家的水果番茄，咱家的番茄啊，每一个都是自然成熟，不打药，而且里面啊都是翻沙的，你看满满的沙，满满的汁水和籽子。其实啊都不是他们自己种的，如果你们喜欢吃的，我们这是原产地，也很便宜的，几10块钱啊就给你装满满一大箱。来，家人们，弟弟家地瓜地里边嫁接的车厘子，你们想不想吃？想吃的话，来我直播间，哇，来我直播间，给大家秒杀。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看一下，这个啊就是小时候吃过的沙瓤西红柿，每一个都沙瓤，我一天啊都能吃100多个，你们一定很久没吃了吧？看看，酸酸甜甜的，特别的好吃。给你们看一下，不催熟不打药，只有小时候才能吃到的沙瓤西红柿，打开看看，这种西红柿酸酸甜甜，我一天啊都能吃100多个，特别的好吃。老板啊，你这涂满石灰的果子是自己刷上去的吗？对呀，这个啊是我们果农一个一个的刷上去，看产量特别特别高，刷上去有什么作用呢？却不如白在这的多。你们喜欢吃这样的枣吗？如果喜欢，帮忙留下一个小爱心，加上一个关注，下方小黄车。然后去完它的边角，现在就可以吃了。咱们切开看一下这杨桃。水分比较足，甜度比较高，很好吃，特别又便宜，而且这种杨桃又脆又甜，
如果您喜欢吃，帮我点个小心。哥姐，咱家哈密瓜熟了，这种哈密瓜又脆又甜，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下方小黄车十几块一大箱，还给你包到家。现在冬天里啊，像你们的有钱都不一定买到羊角蜜吧？看一下我们羊角蜜，还在树上挂着，我给你打开一个。这种羊角蜜的话，真的是又脆又甜，如果你喜欢吃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你怎么改行种蔬菜了呀？哎呀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攀枝花的露天种植番茄，这个东西啊，看着特别的面，特别的有食欲。来，我吃一口，特别好吃，汁水也特别多。朋友们，你们吃过这个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家的非洲乌干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你个败家娘们，昨天花钱结果你卖多少钱一箱？来，朋友们都过来看一下，我们拍视频啊，真的不是为了想赚大家多少钱，就是想帮帮你们。我家呀是养猪的，就在后面，特别的好吃，我一天啊都能吃100多个，嗯，酸酸甜甜的，你们啊一定要尝一下。